装成一个模样，哦，爱似个情郎，骂一声负心，出手他不容让。供上一个牌位，哦，跪一柱高香，我们家的女人都是这个样。看山有多高，和水有多长，哪怕石全斋再厉害，那只不过是一乱计时罢了。你男人的个人荣辱已经不敢妄言了，我现在只想保住石全斋，保住石全斋几千口人的性命。可是我没辙了，我真没辙。龙哥，月儿，哎，给你莲花姐上头香。石全斋真的要完了吗？只能听天由命了。老天爷要是不帮忙的话，谁也没法子。对不起。说啥呢？这事儿本来就不怨你，那帮王八蛋该教训。白天的时候，只是给大家伙一个说法。是啥呀？可是，月儿啊，你到石全斋有几年了吧？我都没好好待你，还净惹你生气。要说对不起，那是我对你说对不起。如果这次石全斋能躲过这一劫，我一定给你个名分。你别这么说。其实我没有真的怪过你，你是个好男人。三哥，齐叔让我们去祠堂议事呢。多聊聊吧，好。
小十二刚刚从县里回来，他知道一些情况。周慧，你给大家说说吧。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都知道了吧？想想办法吧。老三，要不你先开个头。咱们石泉镇现在能走的道只有两条，这头一条就是出去避一避，有亲的投亲，没亲的靠友。 没有亲朋好友的，那也得想办法出去躲一躲。三哥，现在正垃圾荒呢，谁家不是勒着裤腰带过日子？就算有人肯收留咱们，那也是有心无力，出去躲躲，那不就逃荒吗？石泉寨一大寨子人，逃荒路上肯定是九死一生啊，丢了性命不说，最怕的是丢了石泉寨的脸。老五，你先别说，你让老三把话说完。 你不说有两条路吗？那第二条呢？拼了！谁都知道咱们石泉寨没有一个共产党，可现在呢，落下了共产党的名声。那既然担上了，不认也得认了。还有第三条道吗？咱没必要。害怕就滚蛋！ 不是我没别的意思，我是说那这麻烦是你媳妇惹出来的，你还说这种屁话？要拼命，第一个就该是你留下来拼命。对对对，我也没说别的呀，我这不是想办法吗？想办法？你有什么办法？送礼，给那个上官开心送礼啊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上官开心的屁大点的官管用啊？哎呀，不管咋说。 为了村里这几千口子人，咱不能拼命。七叔，你说呢？我不同意拼。石泉寨能有今天，不容易。那好，您是组长啊，领个大伙逃荒去吧。老五啊，你要是有本事，你来干这个组长啊。你谁愿意干呢？你愿意让我就肯接。 老五，怎么窝里？你给我好好的待着。是。大妮，哎，出
出大事了，媳妇儿，醒醒，别睡了。 进来，支队长，有情况。什么情况？你看，老哥，好像是你妹妹大妮儿啊。 搞什么名堂这是？ 我去看看。关正文，胡闹！你简直是胡闹！这大半夜，你说你一个人瞎跑啥？还点着火，多危险啊！我要不这么干，我能找到你们呀？你还顶嘴你？你出了事儿咋办呀？哎，老哥，大妮妹子，来，别着急，先喝碗水。不喝了，出事儿了，出大事儿了。 咋办啊？这祸是我惹的。丹妮儿，你能确定敌人一定会来报复吗？十二弟说了，他们国军把我们石泉寨当成共产党了，还说要啥全面围剿，全部给杀光呢。你们快想想办法呀！如果来的人不多，我们还能够跟他们周旋；如果他们来的多的话，哎呀，哥。 你说的不是废话吗？要是他们来的少的话，我们石泉寨自个儿就能给他们灭了。丹妮妹子，你先不要着急，敌人不是还没有来吗？这样，你先回去，让石泉寨的人先出去躲一下，等敌人走了以后再回来。白大哥，你不了解石泉寨的人，他们是不会躲的。丹妮儿说的对，石泉寨之所以能在黑虎山、馒头山一带威风这么长时间，主要是靠他们这种舍命不舍脸的劲儿。 报，什么事儿？支队长、副政委，我们在卢村的联络员刚刚送出情报，卢村一线的敌人正在集结，好像有大的行动。卢村，下去吧。是。这就对了，卢村的驻军啊，离馒头山是最近的，看来敌人真的是要对石泉寨下手了。哎，驻扎在卢村的是国民党的新编第二团吧？对，新编二团是他们的一个加强团。 号称国民党在河南的王牌，石泉寨的实力再加上我们的，根本就无法跟他们抗衡。看来问题确实严重了，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沿途骚扰，尽量把敌人的目标吸引到我们的身上，把石泉寨的威胁和损失降到最低。哥，有驴吗？要驴干啥？你借我，我要去古阳。去古阳？搬救兵。 老哥，啊，古阳那边的情况和人头我比较熟悉，要不我陪他去一趟？哎，不用，我自个儿去就行。丹妮儿，到古阳的路上要过几道敌人的封锁线，你没有过封锁线的经验，我怕会有麻烦。就听你白大哥的话，让他陪你一块儿去啊。行。哟，这我可伺候不了，我跑着去吧。哎，你知道古阳离黄池有多远吗？我能跑，能跑，能跑也赶不上他俩。 别犟了，这有啥伺候不了的？你就骑马去吧。石头，带大妮儿妹子上马。是。
还坐着干啥？赶快把孩子喊醒，咱该走了。你带孩子走吧，回娘家躲躲。那你呢？想来想去，我不能走。我是族长，是石泉寨的当家人，我不应该走。九婶不是说让你？九婶的意思你还没听出来吗？我要是真走了，脸蛋子就真成屁股蛋子了。我还算是余家的男人吗？你不走，我们也不走。好，来。棉花已经走了，你也打算？你说的别说，反正回走。月儿啊，这事本来就是我惹出来的，你就应该担当。就算和我没有关系，我也不可能撇下丈夫自己走，不是这样的人。那覆巢之下能有安卵吗？我已经害了一个媳妇儿了，还要害第二个媳妇儿。啥叫夫妻，你知道吗？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天塌下来一起扛。你傻不傻呀？啊！三哥！哎呀，你傻呀？谁让你进来的？这，三哥，我媳妇儿不见了。啥时候不见的？昨天晚上我从祠堂出来，他就没影了，我也没在意。然后我一觉醒来，他还是没有见。那三哥，他不会抛下我和孩子自己跑了吧？说什么胡话呢？你媳妇是那样的人吗？你这好好找找去。哎，你要找着你媳妇了，去葛条沟避一避。九奶奶说的对，能走一个是一个。三哥，兄弟们都留下来了，七叔也留下来了，我不走。你现在知道要脸了，你留下来有什么用啊？赶紧走吧。三哥，我觉得大妮儿吧，她不是那个自己就逃跑的人，她是不是去搬救兵去了？她搬什么救兵？她哥呀，就那队伍十几杆枪，那顶什么用啊？三哥，不是你怎么也没走呢？我奶奶说成啥也不走。把九奶奶请走。都聋了，把九奶奶抬走。九奶奶，哥哥，小子，想当初你奶奶跟你九爷爷闯天下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儿。起来吧。敌人已经从芦村开出来了，人还不少，还飘火炮，我们根本阻挡不了他们呀。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拖延和骚扰，尽量帮石泉寨的老百姓撤离，拖延时间。你去过石泉寨吗？去过了。于老三怎么说？愿意走的走，不愿意走的全留下来保卫石泉寨。这个于老三真是疯了，他以为凭石泉寨那点实力就能和一个武器装备一流的夹枪团抗衡。你再去一趟。好，一定要让他把所有人撤离。是。
我老了，你们还年轻，能走的走，能活的活。这次的麻烦可大着呢，石泉寨不一定能扛得过去呀。留下的就要准备好死。男人都不走，我们女人走了，这算啥？余家的女人只能和男人们在一起，他们活着，我们也活着；他们死，咱们也死。是啊，对对，咱一起死。对。我和老八媳妇一样，都不喜欢余家的规矩，可是我喜欢打仗。只要有打仗的事儿，这少不了我明月。好样的！都不愧是我们余家的女人。秋萍，点香。是。大哥。哎呀，他找你。余先生。兄弟，怎么又来了？余先生，敌人来了很多，而且都是装备精良的加强团。我们虽然在沿途进行了骚扰和小型阻击，但是因为实力过于悬殊，成效不大。我们支队长派我来通报情况，希望你们不要蛮干，还是尽快组织人员撤离。嗯，兄弟啊，替我转告葛家大哥，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，谢谢。于先生，请你们尽快组织人员撤离，不然会有全村覆没的危险。覆巢之下安有完卵，我们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。于先生，你们已经尽力了，我替石泉寨的乡亲父老们感激你们。老吴，替我送送这位兄弟，然后再带一些好家伙让他们拿走。对，于先生，这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独立师的刘团长，党国的得力干将。刘团长好。刘团长辛苦了。哪里，兄弟是奉命剿共，理当尽心竭力。刘团长，这是一点小小心意，不成敬意。这个怎么好意思呢？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小女子啊，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希望刘团长呢能够成全。哦，大家都负有剿共之责，有什么话好说。哎呀，不好办，兄弟是奉命剿共，怎么能只拿几个女人交差呢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等他们把女人交出来之后，您再剿共也不迟啊。安哥，狗日的人真不少哎，还有炮呢。看来要灭咱们石泉寨。狗日的，还真瞧得起咱们石泉寨。没事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咱们跟他决一死战。三哥，哎，三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三哥五哥，这仗咱不能打，咱得想办法跟他们谈判。谈判啊？这是你的意思啊，还是七叔的意思啊？我的意思跟七叔没关系，丢几个人的脸也比丢几千条人命要强吧？三哥，我这也是为了石泉寨考虑啊。那你们要是不愿意去，我去跟他们谈去啊，不就是赔点钱跟粮食吗？这宁可破财免灾了，对不对？啊！上边人听着，我说你们谁是头啊？我是组长，什么事儿啊？我是奉刘团长之命来和你们谈判的，开门吧。老三，得谈判的。三哥，他们要是愿意谈判就最好了，咱宁可息事宁人，也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，对不对？
徐叔。哎，城门打开，放他进来。哎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你等会儿，把这破玩意儿给我扔了。啊，本人是刘团长的副官，奉我们团座的命令来和你们谈谈。有话请讲吗？我们团长念余化龙剿共立过功，同时呢，也不忍心看着你们好好的一个寨子变成废墟，决定给你们一条出路。什么出路？只要你们把那天闹事的女人交出来，就可以免去一场灭顶之灾。教女人，教女人。这位兄弟啊，我冒昧的问一下，这是你们刘团长的意思呢，还是别的其他人的意思呢？你别管是谁的意思，这是你唯一的活路。哎，那不好办了。这样别的条件呢，还或许有的商量，这个条件恐怕得让你们刘团长失望了。什么？石泉寨没有教女人的习惯，我余化龙也没这毛病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我们团长心软，给你一天的考虑时间。明天的这个时间之前，交出那几个女人，石泉寨还是石泉寨，交不出来，就等着灰飞烟灭吧。哎，长官，您看，我们交钱交粮食行吗？咱有话好好说，咱可以坐下来慢慢谈，对吧？慢慢谈，等打下石泉寨，那钱和粮食不还都是我们的吗？没商量，只能交人。真没商量啊？还商量个屁呀！商量你们自己商量吧。老子不用考虑。哎呀，干什么呢？啊？兄弟，我弟弟脾气不太好。灰飞烟灭是吗？啊！走了。老八媳妇儿已经跑了，咱们现在就算是叫人也没有办法呀。七叔，如果老八媳妇儿没走的话，怎么的？你还打算把她交出去啊？这里边还有我媳妇儿的事儿呢，要不要一块交出去？我同意。同意是。月儿，你们把我交出去吧。不是，都什么时候你还来添乱？我说的是真话。龙哥，当初要不是你救了我，活不到今天，我这条命属于你的，属于石泉镇。哎呀，明月，可人家要的不是你。你让我把话说完行吗？徐叔，你让他说，你让他说。龙哥，也许是因为家庭的原因，我从小就喜欢威风八面、横刀立马的英雄。幸运的是让我碰到了你，还嫁给了你，我很高兴。虽然我们在一起就只有这几年的时间，可是我觉得挺满足的。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遗憾的话，就是我没能为你生个孩子。我知道你喜欢孩子，我也喜欢，就是因为这个，我嫉妒老八媳妇儿。现在她有两个孩子，要龙有龙，要凤有凤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老天爷这么不公平，把什么好的都留给了她。算了，不说了。七叔，把我交出去。说完了？啊？没有，不想说了。别不想说呀，我还没听够呢。哎呀，玉儿啊，你刚才那番临别遗言，那说的是真好啊！我是差一点我就哭出来啊。不是，但你觉没觉得自己很傻呀？你以为把你们几个女人交出去，你们几个女人交出去顶罪，那就能了事了？我告诉你，别说你一个女人，我就把石泉寨留下的所有女人交出去，她一样会让我们石泉寨寨破家亡。也许这就是唯一的活路，你为什么不试一下呢？就算她真的是条活路，石泉寨没有教女人的习惯，我请你好好想想，一个加强团
就为了两个女人就能濒临成家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个刘团长的总部就设在西连池的潘家。你是说石彩凤？他要的不是你，也不是他葛大妮一个人，是整个石泉寨。三哥，三哥，七叔，我奶奶，我奶奶她老祖宗怎么了？墩六，你先别急，把话说清楚了。脾气你不知道啊！他顶不了几天了。你呀！团座，石泉寨来叫人了，带进来。是，带进来。找的就是他，石彩凤。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你在我们余家待了整整十年吧。在这十年里，我一直把你看成一个胆小怕事、逆来顺受的可怜媳妇儿。可是我错了，我瞎了眼了。你这棵小草也会变成参天大树。我只能说一声，我佩服潘家，潘家有能耐比我强。你既然还叫我声老祖宗，那我就倚老卖老吧。你们把我这个老妖怪处置了，从今以后，你和余家的恩怨一笔勾销。
还有一个人能喘气，就绝不会放过他的。是。老三，抬上来。十全寨危在旦夕，男人们在前面拼命，咱女人不能扯他们的后腿，我们得支援他们，让他们鼓足勇气，把那些冒犯我们十全寨的畜生们打回去。发，这些枪发给你们，不是让你们去拼命，而是防身。要是没被那些畜生抓住，顺顺利利地活下来，那最好。要是被抓住了，还有被践踏的可能，那就得用它结束我们自己的生命。还是那句话，十全寨的女人，命丢得，脸丢不得。老牛耕地一样，不是洋气车吗？快点儿！十全寨的老少爷们们，大军压境，兵临城下，是爷们的，人死屌朝天。今儿。我们就跟这帮王八蛋拼了，拼到最后，一兵一卒，拼到十全，寨破人亡。一定要一兵一卒，一定要寨破人亡，一定要一兵一卒，一定要寨破人亡，一定要一兵一卒，一定要寨破人亡。姐，没事，妹子，放心吧。妹子，没事。你们什么人？这是谁呀？大呼小叫的，有人生没人管是吗？请问夫人是？老娘是谁，关你屁事啊？刘团长呢？叫他给老娘滚出来！还不快去！姐，啥事啊？没事，妹子，别说是一个团了，就算是一个师，他也得给老娘滚蛋。哟，这是谁呀？口气那么大！刘小三儿，瞎了你的狗眼啊！老娘你都不认识了，你忘了你要拜我当干娘的事儿了？不知夫人驾到。你还认识我呀？卑职刚才是有眼无珠，胡言乱语，请夫人恕罪。算了，看在你给老娘擦过皮鞋的份上，今儿就把你原谅了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把路给我让开，老娘还要看亲戚呢。哎呦，夫人，这个对不起，卑职正在奉命剿共，前边太危险了。剿共？剿什么共？十全寨是共党老巢，卑职奉邱师长的命令，正在围剿。十全寨？十全寨是我妹子的婆家，这里边都是我妹子的亲朋好友。什么时候变成共产党的老巢了？再说了，我们家老邱让你们去剿共，也不是让你去欺负我紫罗兰的朋友。不是，夫人，这我……行了行了，妹子，甭跟他啰嗦了。你们的电话呢？我要跟邱师长通话。这位夫人是？哼，你问我是谁？我在我们家排老大，程茂恩排老二。你说我是谁？原来是程夫人，失敬失敬。半年前，我们家程茂恩是这一带的剿共总指挥，石泉寨是共党的老窝，他怎么不知道？夫人，这个，哼，那
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说我们家程茂恩是有眼无珠，连共产党都不认识，对吧？哎呦，卑职不敢，卑职不敢。那个程将军目光炯炯，高瞻远瞩。行了，把路让开吧。让开。哦，让开。哪出啊？什么哪出啊？你不认识了？哎，这是我紫罗兰姐姐，你不是见过吗？这位是程夫人，这些都是紫罗兰姐姐的朋友。咋？咋回事？啥玩意儿？咋回事？老八媳妇给咱搬回救兵来了，打开这门，迎接贵客。在心间，一腔血洒满苍天，离歌长鞭几万里烽火远，几人能够回还？山下路上云变化万千，浮沉悲喜脱不了情缘，谁人风光无限，一段情不随人愿，一滴泪荒土爱恋，一场绝恋不人世间，情人离散山河边，草木枯碎也不